来关心今天星期六的天气，相信观众朋友都觉得温暖，好像夏天提早报到了。整体风向吹东南到南风之下呢，暖空气持续影响，整体温度持续的上升。今天在北中南地区，现在中午时分高温都来到了30度以上。今天目前平地的最高温出现在云林斗南，飙出了35.1度。那么今天在东半部地区水汽稍微多一点，大致上多云到阴天，温度落在27度左右。提醒观众朋友，午后在山区可能会有热力作用，带点小雨。来看到未来几天的天气，大致上都是晴朗稳定的，持续到下周一水汽不断的减少，只有在迎风面的花东地区、恒春半岛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降雨，全台大致多云到晴。但是北部、东北部地区，观众朋友要留意了，到了下周二，一道锋面快速的掠过，将会转为阴天短暂雨的天气。但是锋面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到了周三，整体水汽就减少了，天气慢慢回归到东半部短暂雨，其他地区多云到晴。不过今天若是您打算出游的话，特别提醒啊，在中部跟北部地区，还有在离岛金门的观众朋友，今天空气品质相对差了一些，中北部握在这弱风区，污染物容易累积，提醒敏感族群在外头可以适时佩戴口罩了。我们来看到今天在各大旅游景点的温度，北部今天好天气，晴时多云，只有在东部的三仙台下点小雨，中南部的部分阳光可说相当灿烂，外头高温炎热，提醒观众朋友到了户外要记得多补充水分，做好防晒工作了。来看到各地的温度，北部地区晴朗，温度19度到30度。往中部地区走，同样是艳阳高照好天气，温度20度到34度。在南部地区同样阳光露脸，但是沿海空旷地区风速比较强劲，22到33度。在东部地区宜花短暂雨，20到29度。外岛地区的天气落在17度到26度，稍微较凉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